嗨 ，Vlog 的大家，好久不见。然后我想说，就是很久没有录 Vlog， 然后因为最近刚好是圣诞假期，然后会有几天的假，我想说可能可以试试看，我可以录多少的 Vlog 的片段这样。我今天其实没有要出门，但我想说，很久没有录影片，我不想要完全素颜就上镜头，我觉得会看起来太憔悴，你们可能会吓到。然后，所以我就稍微上了一点底妆。跟打亮，还有什么修容什么的，这样。现在其实是几点啊？我看一下啊，现在其实是下午3:13。今天就是一个在家，然后蛮休闲的一个一天。然后我预计大概可能我再弄个东西，然后可能大概十几分钟之后，我就来剪我大概上个礼拜拍的。就是近况 update 的那个影片，想说可以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家现在的样子，因为你们应该觉得我现在坐的方位跟之前蛮不一样，因为我把沙发大移动。你们应该没看过这一段，应该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给你看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我还是住在一样的 apartment 里面，然后入口是一样的地方，这样，然后往上看，就是你们还记得以前沙发是在那一侧。然后现在我把它转到这一侧，然后电视变到在那边，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样这边内区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小客厅的感觉，我蛮喜欢的。带你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沙发区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谁？娜娜，这是你第一次上镜头吗？娜娜，谁 ？Good girl。娜娜 ，What's up? Good girl， 好啦 ，Stay， 你在那边乖着 ，OK，OK，Good girl， 好 ，A 露，大家都很想你呢 ，A 露不要这么快露肚肚，好，反正这是我们的沙发区，然后，你们之前看过这个了吧？忘记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小楼梯，反正我是买给。我忘记是因为娜娜还是妹妹买的，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一个狗的床，然后电视就变成在这个区块，然后电视往左边转就是猫树，就是之前本来好像在这边，我有点忘记这边是在哪一边，反正我们把它移到这边了。妹妹，妹妹，大家还记得妹妹吗？妹妹，闻一下 ，Good girl， 然后。这边旁边就是有一像一个小沙发区吧，就可以坐在这边。然后我之前会买这种可以让狗上去的，是因为想说哎，卢会在这边盯着外面看我下班有没有开车经过什么的，所以才买了这个。然后咪咪，你来找我吗？哦，咪咪，那很肥哎，嘎嘎嘎嘎嘎。好，然后。在客厅没有什么变，客厅跟之前长得一模一样，是吧？然后大概目前就长这样。叮叮，往左边转就是哦，我把之前这个是放在这里吗？忘记了，反正这个我把它移到了这一区，就是一个可以放东西然后烧蜡烛的地方。然后再来，之前好像我没有放那个架子，我忘记你们之前看到的时候是。多久以前？但之前没有这个架子，我后来买的，因为上面我是放，比如说一格一格不一样的东西，像，我这个就是放眼镜类的东西，然后这一个就是放相机类，然后这三格是放一些厂商给我的东西，或是我自己买的，然后接下来要试用的东西，然后这一格是放我想要带回去台湾的东西，我就最后把它塞进去，因为我每次没有这样把它收起来的话，我都会忘记带回台湾，然后这就是我的保养品区。叮，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保养品我就是用了蛮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 ，OK。然后，嗨，然后厕所也没什么变，好，差不多是这样。这就是我现在的 apartment， 就是有我还住同一个，但是我稍微把家里变得比较不太一样这样。然后哦，好久没有 vlog， 这样的感觉，给你们看妹，你看。妹妹啊，她很爱。我看一下她要干嘛？哦，还要吃。她有时候会就是故意在那边，然后把那个碗都拨下来，然后全部都撒在地板上，她就很开心。那趁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剪影片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娜娜好了，好吗？娜娜，
我现在穿短裤，扣起来。好，大家应该都是还停留在只有 A 卢的阶段，让我把 A 卢抱一下。A 卢，哎呦，我们过来，哎呦，好 ，Namaste。然后大家还记得 A 卢吧 ？A 卢就是我的第一只狗。大家还记得 A 卢吗？你们有没有觉得 A 卢变胖？就是这个冬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朋友看到 A 卢都说他变肥一圈，为什么呢 ？A 卢为什么？那我来跟大家，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娜娜。娜娜现在有点躁动，因为她从来没看过我录音。就是她来，她是五月六月来我们家，然后她从来没看过我录音。然后我刚刚开始就是拿相机，然后一直有那边对焦的声音，她就这样，那什么声音这样？好，娜娜，哎呦，好，娜娜呢是我在应该算家里附近的收容所吧，就有一天吃完饭，然后就去收容所晃晃，然后就看到娜娜。然后娜娜就是她应该是，反正娜娜应该是某一种的，外面好大声哦，好不要生气，娜娜应该是某一种的 tear， 你没有听到小孩声音吗 ？What's that sound？ 好好好，好，然后娜娜是某一种的 terrier mix， 就是她就是有混血的狗，所以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品种，但她都写她是 terrier mix， 然后。我领养娜娜的时候她是四岁，可是我觉得 range 大概是四岁到五岁，所以我猜她现在可能四岁半或是五岁的这个阶段这样。然后她是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，她是那种腿比较短的狗。然后不知道是可能有混到柯基还是，另外一个腿短什么腊肠，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收容所跟我们说。就是都有可能，他们也不知道这样，反正他就是腿特别短，就是只有这样。然后他是比较傻大姐那种个性，然后就是有点肥嘟嘟的。他是很黏人，就是很，他就是比如说睡觉一定要钻在你旁边，然后他很喜欢贴着人，所以是要这样黏在一起的那种狗狗这样。A 卢就不是 A 卢，就是他可以在你脚边睡，就是只要他知道你在旁边就好。娜娜就是。比较肥宅一点，你们好像没有在我的频道上看过娜娜对吧？就是她就是新来我们家的娜娜，她很可爱。之前好像有读者问我，就是在哪里领养 A 卢，还是什么在哪里领养娜娜？就是 A 卢我是在那种 rescue 领养的，就是我自己做功课这样感觉下来，就是美国领养狗大概有可能算是两种左右或两三种的来源。第一种就是。你家附近的那种收容所，它那种就是 shelter， 然后第二种就是 rescue， 就是它已经，因为有些 shelter 是会根据每个州不一样，有些 shelter 是会安乐死，就是好像可能我听过有一个是什么72小时还是几个小时还是五天，忘记有一个数字，然后如果没有人领养或是没有什么组织来救它的话，它就是会被安乐死，然后。这时候就会有一个组织，就是那种 rescue 的这种救援组织吧，然后他们就会去那种的收容所把狗狗救出来。比如是从那种组织，等于我是他已经先被从收容所救出来，然后我才去 rescue 把他领养出来。然后娜娜的话，就是我直接从收容所领养出来的，就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。对啊，你看娜娜是不是很可爱？而且娜娜的胸部就超软的，如果你们可以摸到就好了。就是你这样摸她胸部，觉得她胸部就是软 QQ， 有没有？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剪那个近况 update 影片。可是那影片我真的就是我自己不太敢看第二次，因为我都有点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，语无伦次的感觉。反正如果你们有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或是有什么更多问题的话，你们就留言在影片下面，然后我看到的话，我只要有滑到我看到，我就会回你们这样。OK， 好吗，娜娜？娜娜，卢，大家很久没看到你耶。有变胖吗？你们觉得卢有变胖吗？好像有，他的肚子。嘿，那我现在就先来剪影片，然后等一下哦，等一下我想要煮一个超好吃的晚餐，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，就是我妈去日本买了一个，包装上有虾的一个面，我们叫它虾面。然后反正，我因为我昨天请朋友来我家吃火锅什么，然后就有一些剩下的火锅。就是豆腐啊，什么蔬菜、金针菇，我想说好，那我就等一下虾面的时候一起把它煮下去，听起来就很好吃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剪影片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见喽。
今天在烧的是这个蜡烛，是这个，看一下对焦，叮，啊，没对焦。娜娜，你看她腿超短的。娜娜，你腿是不是很短？细不细？然后把镜头给你们看到最短的她。娜娜，娜娜腿超短的，你怎么腿那么短？嗨，我现在在剪影片当中，然后大概花了我，你们过了多久啊？可能没有一小时。看一次我的片段，因为我那支影片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，如果还没的话，你现在点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， 我把链接放过去。就是那支影片，是我很久很久没录影片之后录的第一支影片，然后就很紧张。我有发现我一直这样，就因为我在想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，啊，我不知道哎，就是说。就我很习惯有那个声音，所以如果你们觉得那声音很烦的话，我真的很抱歉。那一次是我真的很久很久没录影片，然后我突然今天就要开始录，然后就很紧张，因为我不是来介绍东西，或者说分享一个好笑的事情，我是要讲一点，我觉得有点分享我心里很底层的东西。就是通常分享这种很心理底层的东西，我通常影片大概是不会看第二次，因为我自己看第二次我会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是分享很心理的东西嘛。因为我自己在剪的时候，我现在已经觉得有点小尴尬了。你们应该都看了吧？还没看的话，给你们偷看一下，把声音大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ly， 好久不见。隔了大概8个月、9个月。对。好累哦。我影片剪一剪，我觉得影片很容易饿。然后我今天早餐是。好像11、12点的时候吃的麦当劳早餐，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录，然后等一下要煮那个虾面，希望很好吃，因为我现在好饿。现在大概几点？现在是4:47。明天我会出门，所以明天就不会待在家里面，就会化妆什么的，你们就不会觉得我好像都很邋遢。好，现在影片。弄到一个小阶段，我想要先来弄我的晚餐，我好饿哦。我发现我一直看镜头，在看上面的荧幕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做的那个虾面，是长这样，还是蟹？螃蟹？蟹面？我一直讲虾面，长这样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点少，就它的面感觉不是非常非常多，就摸起来比较少。但是我想要把昨天的那些什么豆腐跟菜丢下去煮一下。所以感觉煮起来应该很好吃，等一下再拍给你们。我现在把虾子拿出来了，然后这是昨天的一些火锅料的东西，然后切了葱跟蒜头，开始。虾子是我自己加的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煮完了，超香。它的那个螃蟹的那个蟹好像是在那个味噌里的。我先喝一下那个汤。哇，超浓！那时候我妈跟我说她先煮了，然后她说她觉得汤有点咸，可能是因为日本的那种口味。但是我觉得她就说你加其他料下去应该会刚刚好。那汤底真的是海鲜味很浓哎，
看哦，娜娜叫的时候都会很热情。娜娜，娜娜，快点，嗨，嗯 ，Elu， go go go，Elu go go go，Elu 很喜欢跟娜娜玩。Go go go，Elu go go go，Go go go。这看起来很好吃，是 vanilla 口味的。嗯，出去吃饭，出去吃饭。这样，娜娜，你为什么在前面？嗯？好、哦，他看到别的狗。好、哦，谁？谁在叫？我们出门了。会一直叫，现在要去吃那个，你们还记得？哎，我很久以前应该有在 vlog 上录过的那个佛，就那一家，然后要约我们朋友一起去吃。娜娜，不要哭了，你为什么哭？天哪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现在光线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谁在哭？太兴奋了，嘻嘻，我们要去吃佛。娜娜，我们要去吃佛。对不对？不要再叫了，娜娜。天气真好，试试。汤也有面。减配的要排，然后要标上去的不用，所以你就选择就吃完佛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个 Happy Lemon， 对不对，娜娜？嗯。欢迎我们今天要收费哦。当然吗？我要蹦一下哦。不要，很吵。啊！你跟我同事哦。好，好，快点搭电车。这个是要干嘛的？嗯，这是不见得他可以去补课吗？我觉得是。摆、你觉得我这样录影？摆在这。就那你摆，大家会不会很好奇我后面为什么一堆纸箱？哈哈哈哈哈。这一进去就。是吗？我没看一下是什么。反正我没有在看。哈哈哈哈哈。嗨，大家，我回家了。现在好像可能1:30-2:00吧，我妆都花了，因为我现在是打算两天是一集 vlog，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是第一集 vlog 的 ending 对吧？那我们可能今天这一集的 vlog 就到这边，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。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看的影片，想要跟我说的话，然后想要给我一些建议，或是给我一些你知道 video ideas 的话，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我，然后我会尽量把它融合到我之后的影片之中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。我不太大声，感觉吵到隔壁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哦，娜娜 ，come here， 要说拜拜吗？要说拜拜吗？哦呦，要说拜拜吗？要说拜拜，要说拜拜吗？娜娜。娜娜要说拜拜吗？哦，娜娜，哎噜，你跟大家说拜拜，说拜拜，说拜拜，拜拜大家，下一集见。结果我没有睡觉，我在剪影片。我想要今天把影片上传上去。13分钟，要上传了，好紧张哦！我决定要，现在其实是半夜的3:49，但我想说，想要看大家一开始看影片的反应。6:05，我们要开始要 live 啦！叮叮叮，那个95%，好想睡觉。在4:06，现在那个 YouTube 已经上传了，我要把那个
Instagram 的也是要穿上去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好紧张，应该差不多。决定要睡前来看一下大家的反应，好紧张。哦，大家都太 sweet 了吧！哎呦，谢谢大家。那后面还有好多，谢谢你们，留言超多，完全看不完。我想说明天早上来好好看一下，就是好好读一下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发影片，所以我现在做这件事情都觉得很兴奋。那我就明天早上来好好看一下大家留言，然后。那就先这样啦，这就是上集的 vlog， 然后下集就会从明天开始录，所以 we'll see， OK， 到时候见啦，拜拜。